水翼风帆比赛将有机会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项目。接着带您到瑞士欣赏一下最近举行的水翼帆板世界锦标赛的精彩瞬间。瑞士的席尔瓦普拉纳湖是欧洲最知名的滑水运动之地，湛蓝的天空，碧波荡漾。2021年 HiQ4U 级水翼帆板世界锦标赛就在这里举行，选手与观众们除了感受比赛的激烈氛围，还有种徜徉在天地间的辽阔感。这次比赛被称为2021年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水翼帆板比赛，吸引了世界各地250名水翼风帆高手前来挑战。水翼风帆是一种新兴的水上运动，在冲浪帆板的基础上添加水翼，使帆板从水中升起，甚至可以凌空飞行在水面上，大大加快了航行的速度。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水翼风帆将作为正式比赛项目首次亮相，而法国选手们在这次世锦赛中双双夺冠，给人感觉他们已准备好冲击奥运金牌。It feels really great. It was a hard race on a hard day with a really shifty wind. So I'm really happy to win at the end. I'm just relieved. I mean, like it was like a long week. It's so good. Like really.